哎呀，狗哥，这天都要该黑了，你喊我出来咋整？其实你没得啥子事的，就是我想问你，你欠我那200块钱，好久还给我？没钱的。啊啊，啥子？没钱的，听不懂啊？不是，你搞清楚，是我借钱给你的哦，不是你借钱给我哦。你比我还凶点，搞得像好像我还理亏一样。好，是我理亏，我打钱的行不嘛？对不起，要得了不嘛？有人，快，你道歉就道歉噻，你吼啥子啊？哎呦，狗哥，你没钱了嘛？大不了以后我不给你借了就是了嘛。还有就是，你看现在天都黑了，我饭都没有吃。你看我们就来给去吃点火锅嘛，然后一会儿再去看个电影啊，然后你懂得起的。哎呀，少来唬我！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哎呀，狗哥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底线的男人。啥子底不底线了呀？你少来这一套！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啥子吃火锅看电影咯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哎呀，算了，既然你没得钱的，那就改天还我呀。你赶快下车。下车就下车，好了不起。我心想嘛，哎，请我吃个火锅，看个电影，然后你都懂不起，没遇到过你这种男的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看嘛，婆娘，她没得钱还的。有人，老娘回去再跟你说，走回家。咋就没有这种好事？老子不该带你出来的，老子不该带你出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